小童軍升國旗儀式及注意事項，舞乾國旗。領袖將國旗交給護旗手的前臂上，並將國旗白邊向外，上下旗扣均於護旗手左手之上，協助護旗手將國旗托在前臂上，雙手需同時緊握國旗白邊位置。升旗手解開旗繩，雙手分別手握一條旗繩，然後抬頭望向旗杆頂部滑輪，同一時間將旗繩上下拉動一次，確保旗繩暢順運作。領袖將國旗分別扣在上和下的旗繩扣，然後將下旗繩交給護旗手，護旗手用左手攞住下旗繩。全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共有37個小節，每兩個小節為一首，加埋最後一個小節，即共有19首。視乎旗杆的高度，升旗手由國歌起奏開始，用左右手交替拉動旗繩共19次，期間保持平均速度，國歌奏不時，國旗應剛剛升到旗杆頂。護旗手在國歌第二首的第一拍，即第五拍，左手握住旗繩靠近旗杆，盡量保持旗繩垂直，然後在第三首的第三拍，即第十一拍，用力向右上方揚開國旗，並在國歌第四首的第一拍，即第十三拍，右手握拳放回身旁，左手繼續緊握旗繩，直至國歌奏畢。護旗手揚旗的做法是右手斜向右上方約45度伸直，手掌同時向45度方向打開，手指蹬直，揚旗後隨即握拳放在右大腿側，身體保持立正向前姿勢。升旗手用左手反手，即手背向自己，將上下旗繩一併按住在旗杆上，右手將旗繩沿住旗山繞圈，然後將繩尾綁緊在旗山上面，最後雙手握拳放回身體兩旁。小童軍升國旗儀式完整示範。升旗隊伍進場，左邊是升旗手，右邊是護旗手，領袖站在旗杆旁邊提供協助或提示，升旗手檢查旗杆及旗繩，領袖協助護旗手穿上旗扣。升國旗儀式開始，領袖敬禮，護旗手揚開國旗，升旗手用平均速度拉動旗繩至預定距離，國歌奏畢，升旗手將旗繩綁緊在旗山上，升旗隊伍離場。此影片為傳統童軍升旗方法之簡化版，適合小童軍及幼童軍使用。